人生是没办法从头再来的，很多时候你最早遇到谁就是谁了，没得改变。我叫秦桑。秦桑听起来像情商。当初你只见了我一面就向我家提亲，我一个没落小官的女儿怎么可能入得了你的眼？两年了，我们只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，你娶我只是为了拿我当挡箭牌，人家夫妻都担心彼此，我们俩却彼此算计。我算计你什么？如果你对二嫂还有情的话，我愿意成全你们。你喜欢燕云，就不应该把她让给二哥；你尊重二哥，就不应该欺骗他。老三手上的牙印不是秦桑牙，我不爱他。你想说你爱我吗？出尽了洋相，秦家的大小姐不要脸面，要和男人私奔，却被男人抛弃了。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在我最懦弱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叫易连凯。我从来没有被哪个女人拒绝过，也从来没有在哪个女人身上失过手。只要我愿意，全天下的女人都愿意嫁给我易连凯。享受我一家的荣华富贵，你以为你秦桑算个什么东西？嫁给你是为了让父亲重返政坛，我利用你家的权势，你说我是什么东西？二哥，我要问你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你是不是要杀我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斗不过，让我怎么能相信他有能力让咱们一家稳坐江左？易帅是打算在江左搞联省，一旦联省，该由谁治？真要还政于民吗？刀一出鞘，这变天的趋势恐怕是收不住了。军阀统治没多少时日了，我要你进入易家，取代易家文旦范之衡，辅佐易家三公子，赢得夺嫡之战，赢得越惨烈越好。我对不起，我们易家也对不起。这个仇，我一定会报。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一直想象着今天这一刻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杀了我最敬爱的师父，还是爱着我的秦桑啊？今天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为了天盟会，还是为了我？我依然爱着你，但是人这一辈子，总是会为了某些事情
而放弃一些东西。当你现在想着别人的时候，金桑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金桑，伊莲凯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对我一点爱都没有，凭什么让我对你温柔体贴？那你有爱过我吗？我有，我有。我宁愿跟我爱的人一起去死，也不愿跟一个不爱的人平安过一生。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本以为他会慢慢爱上我，可是我想错了。去找你心里的人吧，无论如何我都走不出去了，别管我了，走吧。我不想你死，二哥，我是想救他。连凯为了你放弃了整个义家，放下了整个江左，而你呢？你为连凯做了什么呀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就是不放手。有些人，你第一眼看到心里去，也就认定了。兄弟相残是大祸，如果你爱老三，听爹的，就嫁给老二。连凯要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女儿的心啊？天下豪杰众多，你却要杀害一个手无兵权的亲兄弟吗？军阀打来打去，无非就是夺走我一块地盘而已，没关系。过几天，二哥带兵打回来就是。你不一样，你夺走的都是我最爱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没有保住燕云母子？男人之间的事跟女人没有关系，我已经一忍再忍，一退再退。二哥，你别逼我了好吗？牺牲一个儿子，换来一家半壁江山，这生意也值了。谁能了解我内心的孤独？没有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秦桑，原谅我用错了方式爱你。谁活下来，这一辈子都会活在杀死爱人的痛苦里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秦桑，秦桑，滴绿枝。